男人第一次约会这么做，小心连朋友也做不成。约我去骑重机，才第一次约会哦，叫我从台北陪着他骑重机，坐在他后面到台中去，知道我屁股开花吗？我们去爬太平山，下午一两点不得了，下好大雨，我们两个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1/2强。